人家听到我有糖尿病都不收，然后就直接给我一句话，就说血糖控制好再来。我以前为这个牙齿是痛苦了一辈子，一颗一颗种的时候，我大概到14年。椎骨植体呢，它可以避开严重萎缩的上颚骨，那借由颧骨的这个骨头来让这个植体更为稳定。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蔡文馨医师，欢迎收看今天的《植为人医守护爱》。国人牙周病的罹患几率很高，所以许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装假牙或者是植牙的经验。而活动式的假牙使用起来并不方便，而植牙本身又有许多条件的限制，因此看到这些问题的台北慈济医院口腔颌面外科许博士医师，他就特别到国外学了创新的植牙技术，不仅突破了现在医疗的限制，也让许多需要全口重建的患者缩短了许多等待的时间，让本来许多求医无门的患者可以重新找回健康又自信的笑容。因此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台北慈济医院口腔外科许博士医师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他最新的全口重建的植牙技术，我们一起来欢迎许医师。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晚安，我是许博士医师。第二位是许博士医师的患者蔡秀芝女士，她今天特别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亲身经验，我们来欢迎蔡女士。主持人好，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谢谢。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今天的 call in 团队，第一位是神经内科林信光主任，第二位是中医部游志勤医师，第三位是肝胆肠胃科曾代中医师，第四位是肾脏内科郭克林医师，第五位是神经外科李定周医师，第六位是放射诊断科张旭超医师，第七位是麻醉科高明章医师。欢迎观众朋友，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call in进来。节目一开始想请教许医师，我们所谓的一日全口重建跟我们传统的植牙手术到底有什么不同 ？OK， 我们就大家所知的一般的植牙方式，大概就是你今天缺牙了，我们就用植牙来补一颗牙齿。但是在大范围缺牙的病人身上，那我们需要在尤其在上颚或者下颚，我们大概一个颚大概需要6至8支的植体才能够做一个全口的重建。在这类的患者身上呢，他的骨头都会有严重萎缩的问题，他要做全口重建，他可能还需要搭配有自体骨移植手术，这种骨移植把大地基给建立好，才能够再做人工植牙。那骨头愈合完成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植牙完成后再需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当他完成全口重建能够咀嚼食物的时候，大概是需要1年半的时间。但是现在台北慈济医院透过一日全口重建这个概念，我们能够在1日到1周的时间就完成，让患者能够快速的缩短他的治疗时间，能够快速能够咀嚼食物。听起来很神奇哦，所以这个许博士医师他这个创新的植牙技术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为什么可以在一天内就完成全口重建？而且这个新的技术到底突破了哪些既有的医疗限制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下面这一段影片。50多岁的蔡秀芝因为牙周病的关系，上颚牙齿全部掉光。虽然装有活动假牙，但是容易松脱的问题让她社交生活相当不便，甚至还发生了假牙当众脱落的窘态。即使粘着剂不离身，但是内心却总是忐忑不安。那粘着剂有不小心到什么一个动作，它就会掉下来啊。我就必须要赶快去找一个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再去粘呐。那就造成对我很不方便的，而且每次要出门，口袋都要先摸一下，我牙齿粘着剂有没有带，这是一种压力的啦。假牙除了容易松脱外，对于咀嚼食物更是使不上力，让蔡女士大多只能吃着淀粉类的软食物。这对于罹患糖尿病的她，在血糖控制上相当困扰。为了健康，她到处询问植牙的可能性。人家听到我有糖尿病。都不收，然后就直接给我一句话，就说血糖控制好再来。那对我来讲，这是恶性循环啊！我就是因为牙齿弄不好，所以我没办法吃，所以没有办法吃的时候，就变成血糖就控制不好，都吃一些我不该吃的。
此外，常年缺牙与糖尿病的原因，让蔡女士的齿槽骨严重萎缩。想要接受植牙手术治疗，还需要先进行费时耗力的补骨工程，这也让她望之却步。齿槽骨严重萎缩，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做传统式的植体来帮他植牙。如果要做传统式的植牙呢，他必须要做补骨头的手术，需要做上颚窦的提升术，需要从长骨从腰部的长骨取骨头来做自体骨移植手术。我只要弄牙齿，那还之前还要再多动这一个刀，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刀，时间啦、啊，或者是说花费啦、啊，或者是复原的时间都不知道。就在放弃重新找回一口好牙的希望时，台北慈济医院口腔颚面外科许博智医师从国外学得了将传统植入齿槽骨的植体转而植入全骨的新技术，这让齿槽骨严重不足的蔡女士可以在不需要补骨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植牙手术。那全骨植体呢，它可以避开严重萎缩的上颚骨，那借由全骨的这个骨头来让这个植体更为稳定。所以我们在前牙区放了两颗传统植体，然后在全骨放了两颗全骨植体，那术后完成了一个全口重建的治疗方式。将植体植入全骨，免去了患者长达一年以上的补骨等待期，这让蔡女士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可以装上假牙。现在的她终于可以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饮食，重新找回应有的生活品质。我可以吃不辣了，我可以吃不辣。装上去了之后，我说就买了不辣，我切的那个第一，我真的吃到第一片了，还没吃完，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整个生活品质都改善，因为我吃得开心，每天都开心的把那个东西的原味都吃回来了，都晓得了，已经隔离好久都不知道那些东西的味道，连高丽菜的甜我都已经好久没吃到了。现在蔡女士说话时再也不需要担心假牙松脱出球的问题。此外，十多年来血糖过高的老毛病经过正常饮食的控制，终于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标准范围，减低了她洗肾与中风等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影片中的蔡女士啊，我们可以看到她过去她的生活品质非常的不好，所以她今天特别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她术前术后的差异哦。我知道说您之前牙齿不好的时候，不仅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而且心理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好，因为没有办法阻绝的我原因哦，啊，那个假牙哈、很会动，因为我只剩下上面两颗牙齿而已，那个假牙是一条铁线勾着，它必须要靠粘着剂来粘着。可是我只要讲话或者是吃到东西，那个假牙随时会松动会脱落，那我就必须要找一个隐秘的地方，然后去再把它洗干净再重新连上去，那这也是个不便的地方。那还有就是我们每次跟人家聚在一起，我都没有办法吃跟大家一样的东西，因为我怕吃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有很多的不方便产生，所以会变成有一个自卑，然后同学朋友也都会认为说怎么那么不近人情，人家的好意都排拒在外，会有这种压力在。所以这个牙齿不方便造成社交生活也受到影响、好像对你的那个糖尿病好像是不是有一些影响呢？有，因为糖尿病也有影响啊，因为该吃的我都知道该吃些什么，但是因为牙齿的咀嚼的能力不好，所以变成我吃的都是一些我不该吃的，那软软烂烂的，那真的该吃的部分我都没有办法吃。对，所以像请教一下许医师，像过去碰到类似像这样的患者，你们传统上是用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OK， 我们可以从这个 slide 里面看到，在过去呢，我们看到这位患者呢，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严重上颚萎缩的患者。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鼻窦整个往下推，他已经没有任何的齿槽骨可以来承受我们的人工植体。这个患者呢，他在过去就先接受了补骨的手术。在补骨完成后半年，然后再做人工植牙的手术，所以这个患者呢，他整个治疗的流程到他能够咀嚼食物，大概花了一年半到快两年的时间才完成整个的治疗过程，这是跟我们过去很不大的不一样。所以这种传统的治疗方式听起来就是它需要的时间长，然后花费又高。是。哦，那现在这个新的听说只要用四到六根的这个植体的这个 O-on-4 的治疗技术，为什么可以缩短治疗时间，而且也可以缩短它的花费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卡，你们可以看得到，在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呢，我们的人工植体是直视的，但我们利用了
两只直视的植体跟两只倾斜式的植体，它避开了一些重要的解剖构造，然后而且这种力量它比较过去来讲它大了许多，可以承受这个假牙，所以它能够在一日当中在植牙的当下当天，我们就可以完成它的手术，而且同时完成它的假牙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跟过去来比较起来呢，在过去全口植牙上面，它大概需要只有单纯植牙，它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那可能还是因为这类病人通常才有严重的骨头萎缩，所以还需要进行补骨头的手术。那它的费用会相对的比较高。可是当我们使用这个 Onfo 这个 concept 的时候呢，它可以当天就完成假牙的安装，时间缩短了许多，而且它不用补骨头。那它稳定度跟舒适度跟传统的植牙方式来比较起来，它好了许多。那价钱也当然低了许多，让患者可以在比较适当的经费控制下，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治疗的方式。所以这个是非常神奇的创新的治疗方式。不过听说这个 Onfo 的这个全口重建还不是最神奇的，听说您还引进的就是台湾目前没有人做的这个所谓的全骨植体的这种手术方式，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术式？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OK， 这个方式呢，其实就在使用在蔡女士身上。师姐呢，她的齿槽骨呢，她的萎缩程度比一般还要再严重一些，所以她的用传统的Onfo 的 concept 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治疗，所以我们用了全骨植体，因为它没有地基，那上骨已经完全没有地基，我们就借由颧骨，在脸的这个地方的颧骨，我们借由这个颧骨来当我们的地基，来重新做这个假牙的建筑的地打一个钢架，应该是像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是要找到一个固有固的地方，然后去重建这个假牙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师姐在过去呢，她的牙齿只剩下两颗。那我们看到我严重的牙齿齿槽骨的萎缩，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做植体。所以呢，我们利用了特殊的人工植体，这种颧骨植体比较加长型的方式，将这个桩打在地基上面，在这个颧骨的这个地基上面，来完成了这个假的制作。那一样可以，虽然这个方式比较复杂，但是一样这可以当天就可以让它有牙齿可以咀嚼食物了。所以这是你最新从国外引进的方式。是。那像其实我们一般人听到植牙手术啊，因为毕竟是个手术，有些人会担心说，是不是会打到鼻窦啊，造成鼻窦炎啊，或者什么口窦相通啊，什么脸颊疼痛等等啊，对对对，到底这些手术是不是有这些风险呢？的确，在过去呢，因为严重的齿槽骨萎缩，你上颚窦已经整个严重的推下来，你要做上颚窦提升术这些，或者补骨头的手术，都会有可能会去伤害到鼻窦。那利用这种 Onfo 这 concept 的时候，因为它是用倾斜式，我们刚刚提到倾斜式植体，它倾斜式的方式，它就是要避开上严重萎缩的上颚骨，然后避开了这个鼻窦，在下颚呢，它避开了这个下颚神经、下齿槽神经，那它不会去伤到鼻窦，也不会去造成下唇的麻木。那又利用这个方式，可以快速又安全的完成这样的治疗方式。所以应该是说，它又快速，花费减少，那事实上它舒适度什么整个也都是提高的。对，没错。所以接下来就要请教我们这个病患本身，因为你自己有经验嘛，我知道说你手术完毕，你刚刚有分享，你可以吃芭乐很开心。那除此之外，在饮食改善之外，你在生活各方面，你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有啊，改变很多啊，因为我现在有咀嚼的能力，所以我就可以吃以前该吃都没有办法吃的东西了，所以包括纤维质的或者是坚果类的，我现在都可以食用它了哈。所以饮食习惯呢，就变成都完全可以按照新陈代谢的医师教我的，就是说纤维质先吃，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那经过，因为我3个月后就要再回诊那个新陈代谢，所以我的肠化血色素也都回来了，所以医生也都很满意，就表示说我3餐吃的东西都正常了。那医生有没有发现说，你这个血色素突然控制正常，是不是有做了什么不一样的改变？有啊，因为他认为我很听话，因为他跟我讲说牙齿要先解决，牙齿咀嚼能力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后续都没有办法动。他也跟我讲说，再继续下去的话，我可能会中风，可能会洗肾。所以一个好的牙齿对这个血糖控制也很重要。重要。不过听你分享是说，好像有之前有一些医生认为说，糖尿病患者的牙齿不适合做这个全口重建。对，那是我们之前的对那个糖尿病的一些的认识，他们都认为糖尿病患者不宜做植牙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就认为他一直萎缩，一颗一颗掉，好像都很正常。所以都不会去在意，但是真的是因为是新陈代谢的余力教育师去听我，他认为这是可行的，要我赶快去找牙科，我才开始进行去做。
所以是非常感恩这个徐医师帮我们蔡女士重建她的全口重建，让她现在生活品质大大的提升。看完蔡女士的个案，我们再来看一位洪先生啊，他已经高龄70几岁了，而且他本身也还有糖尿病跟心脏病这种在进行植牙手术可能会造成风险的疾病啊。可是我们的徐医师仍然在一天内就帮他完成了全口重建，到底怎么办到的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好、哦，你帮我查一下看看，看看那个下个礼拜二哈、要回东莞。好，73岁的洪明清经营电子公司，经常来往两岸三地，看似属于意气风发的人生胜利组，其实常年来他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痛，就出现在牙齿上。这不仅是完美生活的遗憾，更严重伤害了他的健康。上面是排牙齿的，以前都说都是千疮百孔，剩下四颗，而且这四颗也是做假牙用的，活得非常没有尊严，而且身体越来越糟糕，因为糖尿病要吃一些那些五谷杂粮的东西，那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咬，所以要吃流质的，吃稀饭，吃蛋糕。假牙本来应该是让饮食更便利的工具，但是传统的全口假牙在咀嚼坚硬食物时却使不上力，反而成为了加重糖尿病的杀手。曾经到牙科诊所询问植牙的可能，但是单颗植牙的方式会在牙龈出现多处的伤口，而且手术与复原的时间长，这让高龄又罹患糖尿病、心脏病且忙于工作无法固定回诊的他相当困扰。如果两颗一次的时候要7年，那7年的时候，我想我就不用做了，啊，这痛苦啊不必了。这我已经为这个牙齿是痛苦了一辈子。正当苦无适合的治疗方式时，朋友推荐他到台北慈济医院进行创新的一日全口植牙手术。口腔颚面外科许博智医师透过 Ovanfold 的技术，再搭配个人化的治疗方式，仅需要4到6根的植体就可以承载上颚14颗牙齿，在一天内解决洪先生多年的痛。他是一个商务人士，他需要速度需要快，要马上有牙齿，所以我们利用了这种快速一日快速植牙的这个概念，帮他重建了上颚的牙齿。但是也因为他的咀嚼能力比较强，那我们因为搭配个人的方式，又特别帮他在后牙区要再加重了2颗牙齿，让他这个假牙在后续以后的维持上面，让他更为稳定，更为舒适。今天就会完成了、对，上次那个就是先试戴的。对，手术当天就由艳妇牙科宋敏仪医师装上假牙，看到自己口腔内逼真的上颚牙齿，他相当满意。因为是我做的，感恩啊，赞，非常满意，真的。好，您看看啊，你看得出来这也是假的吗？这时间这么短，您看看差起来差多少，14倍，14倍的时间，而且我又两岸三地这样跑，啊，我这样的时候一劳永逸，这很大的工程啊，把它完成起来的时候，这个是功德无量，所以我很感恩啊，许医师跟宋医师。然而，想要拥有口腔健康，手术后的日常保养更是关键。许博智医师亲切地教导洪先生如何正确地清洁牙齿，期望这副假牙能够陪伴洪先生长长久久。好，你看看，我现在我可以现身说法给你们看一下啊。其实我刚刚在影片中看到你很神奇，在一天内啊就帮这个很忙碌的洪先生完成了全口重建啊。那想请问说，你在一天内要完成这件事，到底要进行哪些步骤 ？OK， 其实虽然有这么快速就可以帮患者解决他的问题，其实在术前的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像这样的患者呢，在虽然他是可以一天内完成，但在过去在来诊之前呢，他其实是需要精细的评估的，他需要牙科的电脑断层、牙科的 X 光片去精细的知道每个骨头的量有多少，我地基剩多少，我可以怎么样来打这个桩。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患者大概在9点的时候就可以进到手术室，或是在门诊手术室，然后开始进行植牙的手术。他在中午之前就可以完成手术，而且同时进行硬磨的动作。在下午我们12点到2点之间呢，技工会开始制作他的假牙，在4点之前就可以完成假牙的佩戴跟试戴。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病人应该在当天就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晚餐可以进食了。非常神奇，这种非常适合这种很忙碌的商务人士的、不过就是应该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这种一日的全口重建、有没有什么条件的限制呢？其实呢条件好的病人反而不适合，因为当他只是缺牙一颗两颗的时候，他不适合这种全口的重建方式。如果他的状况不好，也就是说他的齿槽骨萎缩的非常厉害，而且是大范围缺牙的时候，他反而很适合这样的全口重建方式。这种快速的重建方式可以为他快速而安全的解决他的缺牙的困扰。对，所以像刚刚那个影片中的洪先生，我们一般好像就是用四个植体就可以完成这个全口重建，那为什么他好像条件比较好，反而需要用到六个植体呢？可以请你讲解一下。 OK， 好，那最主要是洪师兄呢，他的下颚的牙齿非常的好，你可以看得到他上颚虽然都缺掉了，但是他下颚牙齿几乎都是存在着的，那他的咀嚼力量会比较的大。如果你用的只是用这种全口重建的方式，一日快速全口重建方式只有四颗植体，我想在它的强大的咀嚼力量下，可能没办法非常的舒适咀嚼食物。所以我们的医疗团队在经过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在它的后面再加了两颗植体，个人化的设计，为它的假牙做这样的植牙，让它以后的咀嚼更为舒适舒服。所以其实全口重建你还是会根据每个病患的状况做不同的调整。对对，绝对是要个人化的设计。是，所以这是非常贴心的医师哦。那我想请教蔡女士，因为你经过这个许医师的治疗，你自己一定是最有这个自身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整个治疗前后的心情，还有就是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有类似跟你一样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跟鼓励要给他们分享的？我是希望是说大家不要怕哈，我们有这样的毛病发生的时候，就是找医生。那在当初要手术之前，许医师在跟我沟通的时候，我从许医师的自信跟他的笃定哈，我看到我自己的希望哈。所以像手术完了之后呢，我以前很困扰的问题，我现在都解决了。以前呢，我家师兄常常都说我是个无耻之徒啊，哈。那其实这种日子哈，真的是莫齿难忘哈。所以希望有同样的遭遇的一些朋友们，不要怕，就找医生，会仔细跟你沟通该怎么处理的。那所以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嘛。我们想请教许医生，这个术后啊，其实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多注意的 ？OK， 其实这样子，因为他的植牙方式跟传统的治疗方式有点不大一样。那虽然他在快速就可以得到他的治疗结果，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病人，这种临时的假牙在初期时候是可以咀嚼食物，但是希望是咀嚼软烂一点的，稀饭、面条、面包这种软烂的食物，不适合吃坚果类的食物来马上来咀嚼。那多久以后才可以吃类似的？大约在四个月到六个月之后，我们还会有另外一副崭新的假牙，让它这更为坚固。这时候它的愈合能力已经非常好，已经都愈合了差不多了。这时候它的咀嚼的功能已经跟过去已经差不多，它的咀嚼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所以除了是饮食上注意其他部分都还好。清洁方式有一点不大一样，它的清洁方式呢跟传统的牙齿不一样，而不是一颗一颗的刷，它可能是四根柱子，这四根柱子要很注意怎么样去清洁，所以这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也会很努力的去告诉病人，教导他怎么样清洁。所以今天非常感恩许医师以及蔡女士到我们的节目来啊！其实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跟蔡女士或者是洪先生类似的问题，绝对不要讳疾忌医，欢迎随时到医院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而且我们特别感恩这个大医王他们的全心付出学习最新的技术，也非常感恩您的收看，志伟。